各位同学大家好，那么在上节课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关于 HTML 的一些基本框架，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在编写 HTML 语言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按照记事本的方法去书写，实际上效率非常的差，而且呢，很多标签或者是很多字母英文单词我们可能不一定记得住，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借助一些IDE 工具来帮助提高我们输入的效率。那么下面呢，我们这节课就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去使用一些 IDE 工具。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 IDE 工具呢，在我们 Web 开发中呢，其实是蛮多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款开发工具，叫做 WebStorm 啊。那么具体安装方式呢，请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补充视频，然后看一下具体在 Mac 和 Windows 系统中它的安装方式啊。那么下面呢，我们主要说一下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那么这个工具呢，跟我们传统使用这种记事本的书写方法呢还不太一样啊。传统记事本呢是直接保存文件，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提高效率的话，需要借助一些插件。那么 WebStorm 这种 IDE 工具呢，它相当于已经帮我们把很多的插件和一些语法检测啊，包括 HTML 标签等等这些呢，给我们集成好了，让我们的编写效率呢会非常的高啊。首先呢，对于这个开发呢，我们首先使用的啊，一定要注意，它并不是针对文件的开发，而是针对一个什么叫做工程的开发啊。所以说我们要想进入开发，首先呢先进入就是产生新文件啊，产生新的工程。好，点击过后，那大家看到这个呢，它就会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它支持的一些工程文档。那对于我们学习 HTML 基本概念的时候，我们先采用的是空文档啊，空文档就可以了。那么我们选择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目录就行。那么目录呢，你可以根据你 Windows 和 Linux 不同的特点啊，选择一个你认为的一个工作目录啊，然后最好是新建一个文件夹啊。好，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我就随便写一个，比如我们叫做 test 01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好，那么我们点击 create 过后，那么它就会自动的会创建我们的什么 HTML 的一个框架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目录啊，它只是把目录创建，因为它是空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肯定就要创建文件了。那它整个工程就在这个地方进行管理。怎么创建文件呢？我们有几种办法。第一种呢，是在你的目录下，因为你是在这个目录下创建我们的文件，对不对？在目录下点我们的右键啊，然后就会有一个新建啊，新建这个 HTML 文件，那么我们就可以创建它。那么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说呢，在工作中呢，我们一般来说是要建议大家啊，慢慢去记住一些快捷键。通过快捷键的熟悉呢，肯定是敲键盘的速度会比你鼠标操作的效率要高得多啊。那么记住哪一个键呢？就是创建文件啊。那么在 Windows 同学呢，可以使用我们的那个 Alt 加 Insert 键啊，然后创建新文件，或者是 Ctrl N 键啊。那么在我们的 Mac 同学呢，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地方点击什么 Command 加 N 键啊。好，那这个时候就会弹出我们刚刚这个框啊，然后选择 HTML file 啊，然后呢输入我们的文件名啊，那它默认情况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介绍的 HTML5 的一个规范。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很老的系统，你可能要选择其他规范呢，你可以进行选择，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在工作中可能都主要以 HTML5 为主了啊。好，那么这个名字呢，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写我们的第一个函数呢，那我们就写成一个叫 mail啊，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啊。当然了，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网页呢主页啊，一般来说会起这样的名字啊。但是这个名字呢，我们是随便写啊。假如我们还写 index 啊，好，点击 OK。好，那点击 OK 过后呢，大家会发现这个地方它会自动的会把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什么呢，那个 HTML 的框架啊，你看自动的给我们创建好，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再像上节课一样内容，然后其中这个地方有个红色的框，就刚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填写什么标题，因为正常来说，一个网页呢，我们建议是必须有标题的啊，因为有些浏览器呢，它对于没有标题的文档呢，它会可能会执行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效果啊，所以我们一定建议大家每一个网页上都有一个标题，而且呢，它的编码方式是不是已经是 UTF-8 编码，对不对？哎，那么我们也要保证我们这个文件是不是 UTF-8 编码。那么一会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 WebStorm 啊，怎么来设置我们的文件编码方式呢？好，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流程走完啊。那么标题呢，我们就写啊我的啊，比如写成中文吧啊，我的第一个测试啊。
页面。好，那么这个时候你摁回车就行啊，红色框的时候摁回车，它会自动的把这个红色框去掉，然后认为你的这个可填入项啊消失，然后进入到下一个什么必填项啊。那你可以看到 title 填完之后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填主体了，对吧？哎，比如说我们就写了写一个啊然后马上放，还是写马上放假了啊，马上放假了。好，那么你看我们现在保存过后，记住一定要记住保存啊，保存的话你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呢，直接点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save 啊，然后就进行保存就行啊。然后但是我们建议呢，就最好是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快捷键啊，比如说 Mark 的同学是 Command 加 S， 然后 Win 的同学呢就是 Ctrl 加 S 啊。那么一定要多用，在我们工程师中啊，没事就要保存保存，因为防止掉链过后啊，你辛辛苦苦写的代码就消失了啊。好，那么我们如何去调试呢？那么我们上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方法是把这个文件啊拖到浏览器，对不对？哎，那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你看当我们把这个鼠标移到了我的这个编辑窗口的时候，那大家可以发现我的这边啊，就是我的右上角啊，右上角它会提示了四个浏览器，而这个四个浏览器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什么几个浏览器中的啊，因为我是 Mac 电脑，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没有 IE 啊，如果是大家用的是 Windows 电脑的话呢，这地方会看到有 IE 啊、 Chrome 啊、火狐啊、 Safari 啊或者 Open 等等这些浏览器啊。那么你呢可以选择一个你现在已经安装的浏览器呢进行一个什么，进行一个调试。好，下面呢我们就把它点击一下啊，点击一下这个浏览器。好，点击我们的 Chrome 浏览器。好，点击。好，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我们的什么文件自动加载到我的什么浏览器上啊。那么这个里头呢它会用了一个本地的一个相当于服务接口，然后传递我们的文件啊。那这个过程呢等以后我们学到了网页优化和调试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再去学习这个一个过程都可以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的页面呢它默认来说它的语法现象是 EN， 对吧，英文文档。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时候Chrome 浏览器呢会自动调用它的什么网页翻译工具，对不对？哎，好，那么你就可以进行翻译啊。当然如果说你觉得每次弹出来很麻烦呢，有两种办法。第一种，你在选项中把什么那个就是把这种功能给关掉啊，在浏览器中关掉啊，当然我们不太推荐啊。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干脆就把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ZH， 或者是什么的就不要去填啊，填都不要去填啊。当然我们还是改一下啊，因为这样大家主要熟悉一下这个标签的属性啊，这样一个写法。如果有些时候忘了呢，你可以看参考别人的代码，知道哦，属性名啊等和什么等号，然后加上一个什么值，对吧？哎，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内容呢。我的第一个测试页面和马上放假了，对吧？哎，所以说整个内容都整个开发起来是不是效率就比较高？不需要我们敲很多了，直接敲两步，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页面就生成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因为这个是中文编码，我们这个地方它是默认已经解决了啊。但是呢，在有些场合中呢，有些同学 Windows 同学呢，可能在默认情况下他用的是 GBK 编码，然后呢，他写成 UTF-8 编码过后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Mark 同学可能还好，因为 Mark 呢，一般来说他默认的操作系统编码方式呢就是 UTF-8 啊，所以基本上很难能出现就是编码错位的问题。那么我们对于咱们的 WebStorm 啊，咱们怎么设置这个我们的页面的编码方式是怎么做的呢？好，我们看一下。那么在我们的 Windows 同学呢，可以点击 File 下啊，有一个什么 Performance 啊，就是开始它的创那个它的一个什么首选项啊，首选项。那如果是 Mark 同学呢，就点击我们的 Performance 啊，然后。那么首选项中呢，我们有一个 Appraise 啊，就是我们的显示和习惯啊。其中呢，它默认情况呢，在我们的 System Set 中呢，有一个 Start Up 和 Shut Down 啊。那么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打开这个 Web Store 的时候啊，它默认情况呢是重新打开上次工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机器比较慢，同学呢就会卡很久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勾去掉啊，不要让它什么的每次打开一个新工程啊，上次工程，而是打开一个欢迎界面就可以。啊，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啊，第一种比较常用的一种啊一些方式。然后如果主题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你看我这个界面是一种黑色的啊，看起来眼睛要舒服一些啊，它默认是个白色的。白色呢可能担心眼睛可能看得很难受的同学呢，可以在这个地方 Appraise 中呢选择这个主题啊。主题呢它有两种，一默认呢就白色的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属于灰色黑色的啊，我们就选择黑色啊，因为黑色显得好像高大上一点啊。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用的可能不多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编辑这儿啊 ，editor， 因为我们主要编码嘛，对不对？哎，那么编码中呢，主要用的几个地方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字体大小啊，字体大小呢在我们的 color 中啊， color 中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font 啊，字体。那么字体呢，你在这个地方默认情况下它是会用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主题的啊。那么正常情况呢，如果你想修改字体呢，我们必须要另存为一个东西啊，就你要另存为一个主题，因为它不能不允许你对原主题进行修改。你另存完主题过后，然后这个时候底下就会显示你的什么主要字体了，然后呢你就选择你的什么你现在看起来比较喜欢的字体啊。像 Mark 同学呢，你当然推荐我们的那个苹果公司推荐的这个啊，这种字体啊。好，那么如果 Windows 同学你可以选择雅黑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你看起来比较等宽比较好看的一些字体都可以啊。好，这是一个啊，这是，然后呢字体的大小都可以进行设置。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关于文件编码在哪儿呢？那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啊，还是在编辑 editor 这个底下有一个什么呢？叫做 file encoding 啊，就是文件编码的意思啊。默认的 Windows 同学呢，可能这个地方会有些变化啊，会有些变化。那么你只要选择什么，就是 UTF-8 啊，保证我们大家都是 UTF-8， 那么编码的话呢，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什么的一些问题啊。好，那么如果说你想改成其他编码，你可以在这儿选就行啊。但我们一般来说默认都还是建议大家使用 UTF-8。如果你在编完之后呢，发现这个显示的效果还是有乱码，那么你去查一下这个地方就行啊。那么关于其他的一些选项呢，大家可以自行去在我们网上去搜索一些关于WebStorm 啊的一些配置啊，它有一些小工具、小技巧。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主要呢希望大家呢在以后工作中呢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呢，慢慢的去记忆一些它常用的什么快捷键啊。那具体的快捷键呢，我们在这节课中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以后呢我们在实际的边讲一些概念的时候，我们边讲边给大家去记忆一些常用快捷键。